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五土。你八字要土的人呢，其实呢，各位你可以做什么动作呢，来帮助你呢的运势上比较好。第一个，你的鼻子，鼻子其实啊，五行呢也是属土的，所以啊，你就把你的鼻子呢，把它保养好，不要有伤疤，不要流鼻水，那这样子啊，你的土运自然就会起来。那第二个就是呢，你的胃，你的胃要保养好，假如呢，你会有胃痛、胃的问题的话，那就表示呢，你的土非常非常的弱哦，所以你平常就要保养你的土，那就是呢，吃一些胃肠药或者是 Wakamoto 这一些东西来保障让你的胃变成是好的保养它。那第三个呢，你平常在家里呢，只要地板是大理石的或者是呢水泥地的，其实啊就可以光着脚。脚丫子在家里走来走去的，去接地气，所以呢，其实基本上，走路它也是呢，属于土气很旺的。那这三个动作其实都可以呢，在加旺你的土气。所以你八字要土的，其实呢，这三个动作啊，对你呢就是啊，特别特别，有帮助。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，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大家帮我按赞、关注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有最新的影片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。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。拜拜。